哦，有一个爆头。我们看一下彭振敏那个球棒怎么滚到那边，然后又很生气。哇，今天彭振敏五打输一安打两。哦，刚刚是 Part One， 现在是续集。哇，恰恰，这么生气啊！哇，把球丢过计分板了、啊！哇，贝利强，贝利强，要发泄一下。对，今天真的。